时候到了，我们再来打一次招呼哦。请 ID 真诚宝贝说声午安，午安宝宝。请 ID 天天宝贝说声午安，午安。请 ID 鸡蛋宝贝说声午安，午安。请 ID 憨憨宝贝说声午安，午安。请 ID 真诚宝贝说声午安，慢慢动作好，谢谢。请 ID 妹妹宝贝说声午安。你看，啊，哥哥姐姐在做什么？好棒，好棒！啊，哥哥姐姐在帮妹妹。好，再来，请 ID 小鱼弟弟说声午安，午安。哦，你看，举他的手挥挥，哈、哦，好，很棒，好，请回来啊、哦，好贤惠哦，怎么有这么贤惠的小朋友？好，晨晨 ，Nono， 赶快坐好。哦，我们要吃小馒头了。赶快坐好，来，今天有一个功课，因为今天是爸爸节，妈妈呢会请爸爸妈妈放，我要帮爸爸捶捶背，好、哦，那你就要记得哦，来捶捶背，很好，来哈、哦，来，再一次哦，还没，哈哈，大家知道来捶背，最后给，好，最后给我们三分钟，快，还没呢，去坐好。我要帮爸爸捶捶背，谢谢爸爸的照顾，爸爸，我爱你，谢谢你喂我吃东西，帮我快跑奶奶给我喝，帮我换裤裤，睡觉时候帮我拍拍。谢谢爸爸一路陪伴我，快乐平安地长大。我要帮爸爸捶捶背，谢谢爸爸的照顾。爸爸，我永远都爱你。好，陈，要帮谁捶背？爸爸。哦，我要帮爸爸。捶背，对，来，汉堡包，我要帮爸爸捶背，很好。滴答，我要帮捶背，卷卷，我要帮爸爸捶背，好。如果明天有好，今天回去有好好帮爸爸捶背的时候，妈妈明天来就送你小馒头，谢谢你照顾爸爸，爱爸爸，好吗？谢谢你吗？好，那妈妈现在呢？要来分，怎么做 ？OK， 妹妹呀，你是我妹妹，妹妹呀，大家的妹妹，妹妹，今天是8月8号，爸爸节，你要怎么？哥哥姐姐他们会捶背，你会做什么？妹妹，你是我妹妹。你可以用脚脚帮爸爸捶啊，听说小雨哥哥就是要用脚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吗？好呗，好，小雨，哎，看这里，妈妈说，哥哥姐姐用手捶背，你可以用脚，是吗？不能这样甩，会破掉啊，会睡觉，是吗？小雨，那妈妈就等着展现，看你展现用你的腿哦。帮爸爸捶背啊，好吧，要拍直立的哦，哈，好的，拜拜。